各位委员，我代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向大会报告工作，召开少数民族界、宗教界主题协商座谈会，参与举办纪念台湾光复75周年主题展和第十二届海峡论坛、第三届两岸基层治理论坛，邀请新生代侨胞代表参加学习座谈、国内考察等，强化港澳委员政治责任，支持特别行政区政府和行政长官依法施政，鼓励港区委员围绕推动香港国安法制定实施等持续发声，坚定支持全面落实爱国者治港的原则，加强同港澳同胞、台湾同胞、海外侨胞团结联谊。就加强港澳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促进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等开展调研协商。